片里面去，太绝了吧！就那个买羊肉，羊肉这个挺好，是当一般生啊，当主要是他当的，对。对着烤肉嘛，小贩啊，他不是去染头发？再一次嘛，我想看他们罚球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哦，很凶，很凶。疯打。在找羊肉不是去染头发？快点进坑啊！我来打另外一半拿球。天龙八部，你才八部，你加三部了，你加三部了，八部了，走四部了，哪里？黄贵，这个队是邪天龙八部吗？然后走，再一步一步，然后走三步，太邪了，哇，三步哎，我们先，这样走了。还有五分钟了，他前一场就特厉害，他五分钟，老师前场很少嘞，放过来了。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呢，好心肝啊！就时间到，就是在里面放微彩蛋，太扯了，好心肝啊！安静一点，没回线，没回线，冷水用他呢，稳住呢，冷水用他拢没回线，好，我去水用。哦，哎，你是这样，爸爸，爸爸，上来给，我怎么有事？他在钓具。他太知道做发型了。拿球，谁先进？没有，就他可以自己出去运的。OK， 他如果不能的，第一轮要平手的话，就是谁先进谁先赢。但是如果先罚的那一个，后面那一个，先罚的人，然后后面第二个。其他人都不见了。你看那里一台，这里按这里。
声音的。他说最好是第四，他是学校老师啊。心脏都这么大个哦，这么嚣张的吗？机会来了。零手八球啊！八球，耳朵长包皮啊！耳朵长包。继续。打这么刺激啊！打到金金瓜瓜瓜，瓜很酸，眼睛很酸，进了。他的功能酸痛。耶稣一下，这个有模有样呢。中了，结束了啦！白色是哪里？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。两边，两边，可以翻掉了，自己抓。可以翻掉了啊，对，翻掉了。几分了老师？他那个篮筐为什么那样？没事哦，8点几啊？8点3。8点几？辛苦了。